好，主角挂物来，大卫，站起来，大卫，来，站起来。好了，什么叫挂物？注意看，注意看。菲菲，好，注意看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垫步距离大概两步，哦，垫步刚好就到了，哦。那如果距离两步半的时候，我要怎么打到它？冲过去，哦，就打到它了。好，挂步，哦，你看，在这对打，这个点点点冲，就打到了。哦，看到没有？哦，挂步，注意看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好，我们上次我们在练基本动作的时候，有挂步是这样子的，哦，对不对？这样攻击，哦，我们现在不要。注意看，像这个脚直接踩踩就冲出去，哦，懂吗？哦，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，脚踩脚就冲出去，哦。好，过来，快点来，集合集合，快点来。我在上课都不听，到时候你都不会，我到时候出去要挨打。好，来，不要动，拿出来。来，出你的右拳，跨步出右拳，左脚在前。好，一转身，哎。对，很好，然后就做动作，做动作。来哦，二，冲出去。对，很好。好，来转身，来转身，你们两个。好，来认真做，跨步上段来。哎，对，冲出来，要整个冲出来。啊，对，哦，我们再打到中段，懂吗？好了，继续来。这个脚就一样垫，懂吗？然后拉回来。
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。注意看，注意看，来，过来，注意看，来，来。